48岁的丧命的蛙人志工，他叫做安托，义务性的投入潜水打捞行列，寻找罹难乘客的遗体。不过，周五的傍晚结束搜索工作时，却迟迟没有看到他浮出水面。其他的潜水员赶紧下水，找到他时已经回天乏术了。安托曾经多年来参与过多次的空难救援行动，是一位经验相当足的潜水员。没想到这一回是因为罹患了潜水浮症，才会不幸身亡。